为着要将玻璃营造成一个生态城市，玻璃镇内真侪民间社团今仔日是联合来举办一场趣味、搁具教育意义的园游会。活动透过参观的方式来进行，涉及了包括生态环境、空气污染防治等等五大类的内容，请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往参加。因为台南大地震引起大家对土壤液化的重视，园游会透过实地试验，来让大家对土壤液化为何会带来灾害有进一步的认识。当土壤液化这个东西，它不只是建筑会呈现下去，它地底下的管线也会浮现出来，然后地底下的管线有可能是瓦斯管或是自来水管，如果这些东西在经过一些什么人为的灾害之后，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。怎么样把它变干净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哦。哦，所以大自然如果它土壤是健康的，它自己会疗愈自己。哦，它会帮我们创造出一个很好的水资源。土壤液化会带来灾害，但大家嘛袂当疏忽，土壤会当为大家过滤出清气的水，提供给大家使用。我们现在已经下完雨了，可是呢，下来的水是用怎么样下来的？一滴一滴一滴的水，得之不易，它是滴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在饮用水的时候要节约用水，要珍惜的用它，啊，不然的话水很容易被我们用光。由玻璃镇内几个民间社团共同举办的生态城镇园游会，就是透过生态环境知识教育，来让大家了解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。不要在那个外来生物，不然会吃掉那个最原本的生物。好处可以学到认识很多东西，可以让他认识很多那个就是动物，啊，也可以让他认识就是那个酵素。觉得还不错，可以带给他。认识一些东西，一些那个生态的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怎么知道那个生机的东西。活动涉及了五大类，包括了自然生态、空气污染、优先生活环境以及资源回收再利用等等，用趣味参观的方式来建立大家对环境生态正确的观念和知识。我想用草的这样子，我喜欢绿色，这个绿色。树很多，树应该树很多，树很多代表怎么样？空气品质好。希望让大家都可以对埔里的未来有一个更美好的愿景，然后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些基本的生存要素是很重要的，这些跟生活日常息息相关的。那我们把一些友善生活的概念透过游戏带给大家，那大家就可以在生活中去落实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摆活动唔呐融入了环境生态保护议题，嘛串联了医疗体系共同参与，希望以优先合作的态度，建立大家对这片土地关怀跟热情，为营造安心城镇、打新生活为未来努力的方向跟目标。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